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，金奖名导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巨制《头号玩家》将于3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。3月26日，影片在北京举行了《遇见未来》特别观影活动，观影现场座无虚席，收获超高口碑。观影过程中，观众更是自发地爆出多次掌声。影片刺激的剧情、炸裂的特效和无处不在的彩蛋，让人大呼过瘾。活动现场也是布置得非常贴合电影主题，除了墙上诸多的海报致敬多部经典电影外，影厅外的活动区域是一个小型游戏厅，活动区域有桌上足球、抓娃娃机等游戏装置，吸引了不少观众尝试。电影《头号玩家》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，将于3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。进入超越想象的奇幻世界，前所未有的终极大战一触即发。非凡娱乐北京整理报道。